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。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大家好，我是郭申玉。舒适快捷的高铁已经成为人们常见的出行选择，但高铁的驾驶舱对于多数人来说啊，却还是个相当陌生的区域。驾驶舱是如何工作的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是一台根据 CRH 三型和谐号动车组列车采用1:1高精度 3D 仿真技术制作而成的模拟驾驶体验舱，它由仿真驾驶舱和模拟驾驶台两部分组成。模拟驾驶舱能够极大满足培养专业人员的硬件要求，同时避免能源、时间、安全等因素带来的影响，亦便于维护和管理。根据 CRH 三型和谐号的原车外形及内部结构，这台模拟驾驶舱也在相同位置配备了一等舱座椅。一等舱座椅前方就是整个模拟驾驶舱的核心区域——模拟驾驶台。驾驶体验舱的操纵台按照实际驾驶高铁的操纵系统和操纵程序，还原了高铁司机控制高铁运行、提速、操纵、制动等过程。退到前位，退到前位，就解除制动，然后牵引，对，向前。此时咱们动车组就运行起来了。高铁司机通过模拟驾驶台熟悉掌握动车组操纵过程，以及在不同状况下的运行模式，通过模拟场景、环境、速度效果以及音效，让高铁司机或者体验者感受驾驶动车组时的真实效果。010次，信号开放，出站信号双黄闪灯，目标速度80公里，车门关闭，到点开车，制动手柄缓解位。10:30，站点开车。在熟悉驾驶的过程中，学习了解动车组运行的过程及原理，感受中国铁路科技的飞速发展。驾驶体验舱可以让从业者与非从业者都更快熟悉新科技，这种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，推动相关行业在科技创新、人才培养、产业升级等方面不断进步，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跃升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《时尚新科技》。4D 建模技术，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。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侯明轩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，越来越多的科幻电影走入我们的生活。电影中主人公们飞天遁地，无所不能，然而其中有些画面是真人实景拍摄无法完成的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运用 4D 建模技术制作动画人物，代替真人实景拍摄。 4D 建模是传统 3D 建模的升级版，能够更精细地捕捉人脸的模型、贴图和材质变化，从而呈现出更加逼真的人物效果。这套 4D 扫描系统就是专为动画人物的前期建模服务的。要想得到逼真的效果，就少不了前期人物数据的精密采集。这个球形矩阵里包含了72台高清相机，每台相机朝向矩阵的中心，其中24台用来捕捉人的面部表情变化的过程，剩余48台捕捉面部肌肉运动的最大限度。当人走进矩阵中心，
外部工作人员按下快门，所有相机就会同时拍摄人面部各个角度的照片。这些照片进入专业的软件拼接在一起后，就形成了一个高精度还原的等比例三维模型。为了更准确展示人的表情细节，使表演更自然，还原真人状态，在扫描开始前，需要在人的面部肌肉上画追踪点，形成类似于网状的句点。通过人的脸部动作变化，将这些追踪点的运动形状用相机矩阵中的高速摄像机记录下来。这样前期的扫描过程就全部完成了。拿到面部表情细节后，就需要用 4D 软件将人物面部动作转制成网状结构，在网状图上绑定人物皮肤素材、头发素材、衣物，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动画人物，这样它就可以进入电影的世界了。在影视特效的后期制作过程中， 4D 建模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，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动画人物的制作成本，也可以大大减少后期制作的工作量，还原真人真实状态，所以达到令人难辨真伪的程度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可折叠高透屏，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。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史云光。户外大屏作为广告媒体的新宠，常见于人流量较大的商圈写字楼。传统户外大屏通常重量较大，如今一种轻便易安装的新型可折叠高透显示屏悄然出现。丰富绚丽的色彩提供极佳的显示效果，柔软可塑的材质让异形玻璃也能华丽变身。这是一种新型柔性高透明度显示屏，它不仅柔软如纸，而且厚度仅为3毫米，透光性强。它的柔、薄、透的特点就像海洋中的水母一样，因此也被称为水母柔屏。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一扇普通的玻璃门，据说水母柔屏的安装非常简单。那么接下来我将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，在这扇玻璃门上安装一面水母柔屏。可折叠高透屏安装简便，首先将玻璃表面擦拭干净，再使用强力胶按照测量好的尺寸把显示屏直接贴在玻璃上，然后依次拼接即可。屏幕安装完成后，把电源、控制卡等模组安装固定，将控制箱与屏幕端的接线插口接好。最后再用电脑选择展示的素材，接通电源，点亮屏幕，即可将画面呈现在显示屏上。大家看，屏幕开启时，显示屏上的画面绚丽清晰。而当屏幕关闭时，又宛如一块透明的玻璃。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可折叠高透屏将控制芯片、驱动芯片、发光单元集成于一体，封装于小体积胶壳内，集成 LED 灯珠，焊接在耐高温阻燃材料上。这种方式将控制单元分解到每一颗灯珠内，不仅提高控制精准度，还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线路密度，提高了透明度，实现78%的超高透光率，打破了传统显示屏线路复杂、刷新率低的局限。此外，这种屏幕还具备防水的特性，即便是把屏幕放在水中也能正常显示，不会出现漏电、短路的情况。这样一来，户外显示屏再也不担心下雨影响显示的问题了。这种环保多功能的新型大屏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显示体验，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无限可能。